Hello，Hello，hello, 老师你好，我们三位先来一张大合照哈。好的，这个巴黎时尚女魔头当然要找这个台湾的时尚界的教父洪慧敏老师来到现场加持。好，三位看向左手边，以及我们两位超模王胜芬小姐、黄小蕾小姐。好，三位看向中间的媒体朋友。 是，好，三位看向右手边，好的，那我们先好，我们左边再补一张，好的，是那我们递上麦克风，教父您好，可不可以请您简单的说几句今天来参加这个巴黎时尚女魔头首映会的心情好吗？哦，今天因为。 修炼他们，我们都很熟，那又碰到一个这个女魔头，跟我这个男魔头应该可以碰一下。台湾时尚女魔的头，时尚教父洪慧敏老师，不，期待这部片嘛，对不对？对，我觉得我想看看他们的做的经过，是，我们一直要在学习的心态来看。是的，我们也很期待有一部台湾纪录片可以拍你的这个故事，可以吗？你们等啊，好，等着了。哎，放话了哈。 小雷，我们聊一下这一次参与首映会的心情。其实我还蛮想知道那个 Karin 他如何在时尚界这样呼风唤雨的。是，对，嗯，因为他跟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的 Anna 是一个死对头。对，我们刚刚车上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是的，是的。所以非常期待这部电影。是的，那个圣芬小姐，嗯，我的期待不用说，赶快。 赶快进戏院看一个。是的，没错。不过我们要稍微聊一下，在你们两位的眼中哦，洪慧敏老师时尚教父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形容一下这个切身的经验，聊一下这个时尚教父是如何的啊、哦。来，真的聊吗？嗯，是的。<笑>感觉要讲啊？没有啊，就是显而易见啊，就是看到这部片，你就会联想到。 啊，我们的大家长，是的，解释两句，讲这样讲出来。你魔导的，你解释，大家解释一下。是，对，洪老师解释一下。这个魔头的来源，我想说是因为每个人做事实在态度，而来的。是的，对不对？是。你坚持，或者你说你一直要，人家觉得你很烦，你知道吗 ？OK。 那不同的不同的程度嘛，我想说，是。那我就很着急的那一种。我相信你应该是高规格要求一个专业，对不对？这个精神。规格不敢讲高，起码我们要做到我们该做到。是的，好的。那小雷觉得呢？嗯，我想为什么会说是时尚教父？教父跟魔头，这个两个名词是不是就觉得他非常注重细节？细节就成败的关键。对，然后完美。 所以人家才会觉得洪老师有时候就是还蛮严肃的，是的。不过大家一家亲啊，我相信你们感情非常融洽的，是不是？对，谢谢一起来支持我们的巴黎时尚女魔头。